昨天参加同学会，一不小心被灌醉，还被拉去了 KTV。 啤酒一杯接一杯，老婆心细忘了回，到了家里我才后悔，老婆一夜没有睡，我也一夜在流泪，感觉两条腿快报废。怪辣泡面容易碎，怪辣榴莲太扎腿，怪辣蜂窝煤全是灰。抖音。